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？不要！那个男的，值得你放弃我们的婚姻？我们这七年的感情算什么？啊！我不要。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这几个月我也很努力，我一直以为我们可以回到像以前一样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的感情，我没有办法离开 Andrew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啊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家健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男神时代哦。